大家好，我是博鲁人，今天把德国朋友强行留下来了，现在去做好吃的吃，晚上一起吃。那我要先打个电话给我老婆。今天我们吃什么呢？羊肉、牛肉，随便挑。两个都要可以吗？可以。哎，宝哥，我看你上次烤的羊排有一点烤焦了，再给你烤一个。然后我看那个上次你做的那个羊肉串也蛮不错的，给你烤。然后牛排也看得我蛮香的。来，你接一个。太好了，这肉切大一点。对，我又发现啊，这个跟上海的那种羊肉串是不能比。现在每天三顿都不吃肉。哎呀，一天不吃肉，这咋说啊？这是干嘛的？我不知道。在。哇塞，真的期待这个油包干的味道，肯定很香。就这个，就全部都是油呀。也靠得蛮长时间，看见吧，看见吧！哇塞，这个肯定非常香的，很脆的。